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计算机系的蔡雅思，很荣幸站在这里代表 ACM 集训队发言。蔡雅思，ACM 是国际大赛，将这样的比赛首次在校园里面开展起来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。真正发扬奥林匹克精神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。以 ACM 竞赛为目标，扎扎实实地锻炼自己的专业技术，为了和国际训练接轨，别动。集训队要求每位参赛选手。 必须在赛前完成200个解题程序以上，并且在 ACM 国际权威网站上全部测试通过。希望不负众望，夺得金牌，能再次为南大添砖加瓦。谢谢。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到时候周小妖真被人追走了，有你哭的。但是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说。 周晓，我喜欢你。哎，我真没想到。 我们宿舍第二个脱单人居然周晓，我还以为是小鹿呢。怎么就是我了？能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当快递员给你递礼物呀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们说周晓跟蔡雅思在哪儿约会呢？第一次约会肯定很浪漫，咖啡厅吧？好像大家都喜欢去咖啡厅约会。也有可能是机房。我听说计算机系的谈恋爱都喜欢去机房约会。嗯，我觉得啊，应该是那种隐秘的小森林，或者天台。 天雷勾地火，想想就很刺激。<笑>周晓，哎，你们回来了？不是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蔡雅思不是跟你表白了吗？你没答应吗？还是你答应的，你没有去约会啊？还是你已经约完会了？不可能，看他这样，就是在宿舍待很久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安静，听我说。蔡雅思他就是利用我。啊？这儿。 你倒是等我，不然呢？你疯了？你才疯了！每次遇到女孩相关的问题，都拿我挡箭。我是认真的。认真？你高一的时候喜欢隔壁班的刘仁宇。 一天到晚让我给你装清理，说什么刺激他吃醋，上一回高中同学聚会你也拿我当箭，这回更过分，你直接还有当众出丑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蔡雅思了，哼，我也不是当年的周晓了，我暑假学会了跆拳道。